9月22日，一场忘乎所以的山野狂欢2016贺兰商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正式发布了本次音乐节的歌手阵容，由郑钧、谢天笑、斯琴、格日乐领衔，国内外一线原创歌手及乐队组成的超强表演阵容将在音乐节上现身。作为艺人代表，斯琴、格日乐出席了发布会便先声预热，用独具特色的之遥拉开本次音乐节的序幕。贺兰山音乐节云集了国内一线实力和影响力兼备的原创音乐人及乐队，也是一场古典与流行、摇滚与电子共振的灵魂音乐盛宴。对此，斯琴、格日乐充满了期待。对，必须的，因为有很多那么多的观众，然后有强大的这个音响功放什么的，然后就会更火。希望大家都去。想问一下那边老师，刚才海外说到音乐节期间对于音乐有解释。据悉，2016贺兰山音乐节将于9月28日、9月29日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正宿路以南贺兰山脚下激情开唱。酷乐娱乐北京报道。